边位朋友呢？好，第二个过来听。我问后面的男生戴眼镜的，哇，幸运儿这么厚就可以挑选得出你。好，那我哋呢，首先呢就已经是获得一半张个海报噶啦，咁啊答埋之后呢就会埋就可以获得埋另外半张。林嘉欣最后感受到的是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fit his best。耶！哇，好厉害哦！那好，好今日恭喜晒呢位朋友啦，获得我哋嘅呢一张嘅签名海报啦吓。咁啊，当然啦，咁啊好快脆啦，我哋今日嘅呢个简单而隆重嘅呢个我哋嘅影迷嘅见面会嚟到嘅尾声啦。咁啊，最后咧就系好啦，咁啊。然啦，我哋就將會有好多嘅活動，你哋咧就喺稍後時間咧就會再進行啦嚇。咁但係咧，我哋嘅影迷嘅活動咧就簡單而隆重咁咧，要畫上句號。咁咧有時候咧，我哋嘅現場嘅朋友咧，不如再用熱烈嘅掌聲歡送兩位好唔好啊？好，咁啊，多謝曬兩位百忙之中抽時間落嚟，好，多謝曬，多謝曬兩位，辛苦曬兩位，辛苦曬，好，希望咧。朋友可以介紹咧，更加多朋友咧嚟欣賞呢一部嘅愛情呼叫兒，愛情左右，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掌声来呼送我们两位的主持人。